那我们今天呢，讲这个菩提树。我们到这个印度找菩提伽耶，最主要的就是去看这个菩提树。那菩提树为什么那么出名呢？因为释迦牟尼佛曾经在菩提树下得正觉，在这个八大圣地之中啊，讲起来，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啊，菩提伽耶就是八大圣地当中最主要的一个圣地。假如没有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得正觉，那一切的这个圣地就变成没有意义。你说出生的这个蓝毗尼延初转法轮的这个鹿野苑说法的这个灵鹫山紫岩精舍这个奇岩精舍这给孤独园都没有什么意义。变成有意义，就是因为在菩提树下得正觉，所以一切佛陀的一切行迹都变成很有意义，就变成圣地。所以去印度朝圣这个菩提伽耶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圣地。我个人是这样子认为。当然，我们去看了这个菩提树早已不是佛陀时代他坐在那里的那个菩提树，有很多的传说。现在的这个菩提树据说是从那个斯里兰卡那边移植过来的，但是我们还是对着这个菩提树大家这个顶礼诵经礼拜那么在这个菩提伽耶，我们先到这个大菩提寺。大菩提寺是一个 temple 建造的这个 temple，在2楼的地方不准人家进去的。但是因为我们比较关系比较特别，所以我们就进去。那里有佛陀的这个报身佛，我们在那边做功课做这个大礼拜这个念四皈依咒做大供养那么念高王经这个做金刚临除的结界还要入定。我们一样也是唱这个清净法身佛祈请这个加持文。那在安静之中很迅速的，我看见那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报身佛的这个手，他就伸长，伸出来，这个手背就伸得很长。那手上呢，拿着这个甘露瓶，给这个一起随行的所有的弟子，做甘露的灌顶，甘露灌顶。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伸手给所有随行的上师法师做甘露灌顶。那么这个看见非常的这个清楚。那个莲池上师，他说，他感觉到有这个好像说清凉的雨花从上面飘下来。觉得浑身都很清凉，他感应到这个甘露这个灌顶，还有很多的上师法师，都同样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应，都感应到这个甘露灌顶的清凉的这个水花飘下来，一看上面，上面也没有这个下雨而且上面是屋顶，根本不可能有雨水。
从上面参下来的。啊，这个感应非常的殊胜。那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去礼拜这个菩提树，那么又去走了这个所有菩提街啊，所有的这个道场附近啊，很多可以看的，还有莲花池，还有莲花池，很多可以看的。回来以后啊，我自己又查书，《大唐西域记》里面的书，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啊，这个得正觉。那么菩提树是怎么样子的树呢？原来啊，佛陀在菩提树下得正觉啊，这个不是佛陀本身的啊，他本身很特殊的一种行持方法，不是的。原来很多的印度行者，在印度的瑜伽师，他们都是在树下打坐的，每一个人都在树下打坐的。他们选择的树啊，就是无花果树，而无花果树啊，就是菩提树。它一个名称啊，这个菩提树是因为释迦牟尼佛啊得证菩提以后啊，才把无花果树改名叫做菩提树，大家才称为菩提树的。在印度啊，他们这个树就是无花果树。那么很多修行人啊，很喜欢，甚至于他们的习俗都是在无花果树底下静坐的，并不是只有佛陀才在菩提树下啊静坐，并不是的。所以这个是印度的一个习俗，他们啊静坐很喜欢在树下啊静坐。那么我在查《大唐西域记》里面，无花果树，他们这些行者啊，又称为他什么呢？叫做不死甘露树，不死的甘露树。所以我一看到啊，不死甘露，那么我们在菩提街呀，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这个灌顶又是甘露灌顶，那么佛陀给我们的这个甘露瓶的这个灌顶岂不是不死甘露水吗？啊，他给我们的这个灌顶不是不死甘露水，刚好是菩提树，菩提开啊，刚好给我们的这个显现呢，又是甘露灌顶，那棵树又是不死甘露树。所以我一看啊，哇，又相应了。在鹿野宴看到佛眼，回来一查书，原来是法眼塔。在菩提街呀，做甘露灌顶，一查书，原来菩提树又叫做不死甘露树，又相应了。我确实不知道菩提树叫做无花果树，也不知道无花果树在他们啊。这个修行人的眼中啊，是不死甘露树。所以这个都是啊，你说是巧合，那么就是巧合了；你说是相应，它就是相应了。哦，回来我一查书才知道，哦，菩提树、无花果树、不死甘露树，哇，吓了一跳，哇！甘露灌顶呢？啊，这个就是印度菩提树的圣迹。Om Mani Padme Hum。那我们今天啊，来谈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大家晓得
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我们中国人本身讲起来啊，可以讲是家家观音，户户弥陀啊，户户观音，家家弥陀。观世音菩萨跟这个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最有缘，最有缘分。那以前我供奉这个慈像，我开始拜佛的时候，第一尊就是观世音菩萨。第一尊啊，我在台中啊，中和大罗啊，去买了一尊这个瓷器的观世音菩萨，就是第一尊。那时候供奉的地方啊，是我自己宿舍啊的窗子啊，摆在窗子上面供奉。那时候是什么都不懂，所以就供奉在窗子。哎，说也奇怪啊，一供奉，当晚他就显身。然后我写在书上了，当晚确实显身，看到他浮在一个海面上，一个莲花浮在海面上，观世音菩萨坐在海面上的莲花，非常清晰。观音的灵感啊，不得了。以前我学佛开始，就是找到什么东西我就念，所以第一种念的咒就是白衣观世音神咒，白衣观世音神咒。那时候我还不会念大悲咒，我只念白衣观世音神咒，念白衣观世音菩萨啊，白衣观世音菩萨这个神咒啊，就已经显现了啊，白衣观世音菩萨来治我的病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这个持哪一个咒啊是最好，我都没有办法啊答，不是说没有办法答，我是认为说啊，契合你自己的咒就是最好的，你自己认为你念了有感应的，有相应的就是最好的。我不认为哪一个咒是最好的，像我念白衣大士神咒啊，就已经很好了。以后啊，我也自己也念这个七佛灭罪真言呢，也念大悲咒，那么也念这个十小咒，那么也念这个楞严咒啊。以后的这个念的咒就多了，念的咒就多了。但是最开始的还是白衣大士神咒，白衣大士神咒。念到有感应，那么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呢，真能是啊，是我本身来讲起来感应当中很深刻的。这观世音菩萨也曾经救我的灾难，也曾经治我的病。那观世音菩萨显现啊，在我之中的这个显现啊，第一尊来感应的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来感应的菩萨也是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以前住这个合作新村嘛，那合作新村对面家有人供白衣观世音菩萨。我自从啊协会的通灵呢、啊、然后在我自己家里祈求的时候啊，第一个来感应的就是他家的别人家的白衣观世音菩萨到我家里来。啊，非常清楚的。那么我跟前面那个家那个叫满格社啊，满格社，我说你家的观世音菩萨常常跑到我家，他很不高兴，他很不高兴，他说哼，那是我家的，怎么常常跑你家呢？到最后很奇怪的哦，真的他家的观世音菩萨常常跑我家，他有一次很不高兴哦。很不高兴到我家来，我跟他讲说你家的观世音菩萨常常跑我家，他就很生气，他说哪有这回事。这一句话还没有讲完啊，那个观世音菩萨就附在他身上，马上就趴下来跪，而且一直爬爬爬爬爬到我家的那个坛城那里去叩头
拼命哭。他说他讲错话，他马上嘴巴歪掉，马上嘴巴就歪掉、哦。我那时候的灵感好厉害，那时候的灵，有一个不幸的进到我家的那个坛城，看着那个坛城，追尊是什么？追尊是什么？我就比哦，就比啊，这个是什么？我说那是菩萨，要恭敬，要合掌。啊、他居然用手这样子比，比到最后，居然这只手，拼命，他那个手啊，自己本身啊就一直摇动，两只手合掌就拜个不停。当初的这个灵感的这个程度，不能随便指的，菩萨有灵啊，前面满个色啊，啊、哦、那个。万极少啊，到我家里来。一讲观世音菩萨到我家，他觉得很不高兴的时候，马上附身跪下来。一个不幸的颜云盆啊，颜云盆的夫人，指着随便指哦，随便指着观世音菩萨，马上双手啪合起来，一直拜个不停。啊，当初的这个啊显化不得了的，现在比较少。现在为什么比较少？因为信心坚固了，所以就比较少。你信心还不固的时候啊，他一直在显化给你。哦，那种灵感哦，观世音菩萨的灵感真的是不得了的。我认为观音啊这两个字啊，是音就是咒，音就是咒。看着咒，观音就是看着咒仪。你看那个整个西藏都是四倍观音的道场。你看那 Om Mani Padme Hum， 观世音菩萨的心咒，整个西藏都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整个藏密都在念 Om Mani Padme Hum， 那是四倍观音的道场。Om Mani Padme Hum 这几个字啊，你只要能够观出来，观世音菩萨他就能够伸他的这个慈悲的手，能够扶持你。所以这个咒语的力量很大的，咒语的力量很大。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除了用他的声音来救度众生以外，与寻声救苦以外，他用各种的方法来显化度化众生的。所以这个菩萨很伟大，这个菩萨是不得了的。他以前也是佛啊，普光功德三王佛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法明如来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他的称号很多的，佛啊，倒驾慈航啊，化为菩萨，甚至于在众生之中啊，啊，应身在众生之中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是我们的这个八大本尊之一啊，八大本尊里面特别很尊崇啊，观世音菩萨。我以前在加了密坛了，观世音菩萨最多，都是观世音菩萨啊！不管什么观音，我一看到观音我就请回来啊！甚至于满格舍家的那个观音呢、啊，虽然他不能送我，我也出去找，找到跟他家里面完全一尊、完全一模一样的观世音菩萨，现在还是供在我台湾加了密坛，一模一样的。菩萨灵感啊，不可思议。Om Mani Padme Hum。我们呢，今天再来谈菩提树。
这个是因为我看了这个《大唐西域记》啊，花结这个菩提树本身来讲起来有很多的这个传说。我们这次在印度啊，菩提伽耶所看到的菩提树已经不是佛陀时代啊啊，他坐在那里开悟的那个菩提树，已经不是了。那么这一棵菩提树啊，是这样子的，是因为原有的菩提树分支到了斯里兰卡，就西兰，然后再从西兰那边呢，再分支，再移回来到菩提伽耶的这个菩提树。那么《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菩提树也有很多的这个传说。在阿育王时代啊，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他本来是灭佛的，他相信外道，也就是相信啊其他的这个异教。最初他开始灭佛的时候啊，他把所有的这个菩提树，在菩提伽耶的那一棵佛陀所做的这个菩提树，把它砍下来，叶子啊、树枝啊、树干啊，整个通通砍下来。砍了以后呢，他就是交给这个四火外道，就做护魔啊，做护魔，把这个树啊拿去做护魔，就给他烧了，一把火就烧了菩提树。阿育王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灭佛的，这个树一烧啊，很奇怪的，这个树干啊分开来，从里面再长出两株啊，两株这个青翠的菩提树，再生出两根。火在烧的时候啊，既然树干啊裂开，里面再长出树。所以阿育王看了很感动啊，看了很感动，觉得说哎，这个啊实在是这个不可思议。以后呢，他就很恭敬那个菩提树。但是他虽然信了，他的夫人也不信了，王辉他不信了，王辉一样也是信外道的，也是异教徒。他托托命人啊把他砍了，一样的砍了。对了，这个树虽然砍了，阿育王曾经用这个啊、这个牛奶啊这个东西去灌它，结果在一夜之间呢、啊、它又长成啊，一夜之间又长成，这个都是传说啦。那么王辉他本身呢、啊、又命人偷偷半夜去把它砍了。那阿育王第二天去啊，一看哇，又倒了，结果从那个倒的地方又生出这个啊新枝。这个阿育王还是用这个杭州一千只的牛啊所是啊所产下来的这个牛奶啊去灌它。又隔不久啊又长成一棵大树。那一棵菩提树很多灾难呢，等到阿育王没有了，另外的异教徒的王又把这一棵树给砍了。砍了以后呢，阿育王的后裔啊，另外一个王啊看见了，一样用很多的方法又把它啊弄起来啊，就菩提树又长起来，然后用石横啊，就石头把它这一棵菩提树给它围起来。围起来，围得很高的，围得很高啊！啊，大家想一想啊，我看了这些记载以后啊，觉得释迦牟尼佛真的是度生太辛苦，真的度众生太辛苦。这棵树啊，跟那些异教徒有什么关系？只因为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这样一坐。结果他成名了，
这棵树就菩提树就成名。但是成名也不好啊，树大招风啊，每一个异教徒都要把这个树给砍了，砍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了，到最后还是有一个头头啊，就是一个头头，一个修行很高的人，他到斯里兰卡到西南去弘法。那么要传戒，传戒的时候啊，他们一般来讲传戒啊，必须要有教主释迦牟尼佛，由释迦牟尼佛那里来做一个戒的。那么以什么象征最好？菩提树是最好，就是请他的妹妹把菩提树的树枝啊啊移植到斯里兰卡，然后作为传戒，作为传戒的这个法器。那菩提树在斯里兰卡就成长啊，现在的这个啊菩提盖亚的菩提树是从斯里兰卡分支又回来的。在这当中啊，按照大唐西域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一棵菩提树啊真的是千灾万难，佛陀啊使他出名啊，成为最有名的这个开悟的菩提树啊，在菩提树下开悟的菩提树，但是遭受到异教徒跟外道砍伐，不知道有几百次，烧的烧啊，砍的砍啊，这个有记载的已经有三次了，阿育王一次，阿育王的王妃一次，另外一个王一次，另外底下的异教徒啊，半夜偷偷爬墙进来偷砍的不知道有多少次。佛法在印度啊不能够存在的原因，就是印度本身的这个外道的势力太强，回教、印度教、婆罗门，他们本身根深蒂固的势力太强。释迦牟尼佛时代所弘扬的佛法被认为是新兴的宗教，刚刚出来的一定是遭受到原来固有的传统的这个文化跟宗教给他砍伐的。以一棵菩提树来讲起来，所以用这个菩提树，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新兴的宗教啊，想要在一个地方立足的话相当的困难。所以佛法本身来讲退出印度啊，在印度上被湮灭掉不是没有原因的。单单你说啊，佛陀已经不在了，剩下一棵菩提树，连那一棵菩提树都有很多人要砍它，你说菩提树何罪嘛？有什么罪呢？菩提树有什么罪呢？一棵树有什么罪呢？但是那一棵树还是有很多人要砍它的头啊！啊，想想啊，这个真的就是本身的人类的一种劣根性，人类的本身的一种劣根啊，一种人类本身的一个不好的习性。佛法是佛陀创造的，佛陀弘扬的，佛陀只不过在树下成就而已，跟这棵树有什么关系呢？既然那么多的异教徒去痛恨这棵树，天天砍它，这个就是心理学，这应该讲起来，心理学里面两个字叫做迁怒，把怒啊迁移到那一棵树上。啊，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谈过了这个菩提树。那么可以联想到啊，这个由菩提树啊联想到如何去度众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佛陀本身的这个波叶法门就是一种显教的一种法门，随顺整个众生，有缘则度，无缘呢佛也不能度。所以佛有三步啊，其中呢你没有缘呢，佛也没有办法去度化你。这个是随顺度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到现在所流传呢，到泰国，到西藏，到中国，到中南半岛，到日本，到国立亚韩国，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其他的国家只是很少数的能够听到佛法，很少。众生什么时候能够度尽呢？所以我替这个地藏王菩萨担心呢。地狱不空啊，死不成佛，他永远不空啊。啊，真的是不空成就佛了。那空不了嘛，地狱永远在嘛。众生的习性并没有因为佛法的净化而完全改善嘛。而且越来越有这个品质越差的啊忧虑啊。所以我们度众生啊，我觉得也是很苦，很辛苦。好像虽然我们学佛，那么信心非常的坚固，但是信道心不固的比比皆是，一句话不对他就要退道心，一点点疏忽他就要退道心，人事上不合他就要退道心，退道心啊，心都没有了。这个都是一种度众生啊，很多的这个逆境，很多的逆流。何时众生才能够度尽？我也是替弥勒菩萨担忧。他说龙华三会啊，弥勒菩萨龙华三会啊，要广度众生，一次度都好几亿的，一下子龙华三会把所有地球上的众生啊全部度尽，娑婆世界众生全部度尽。弥勒菩萨哇，这个佛典上记载是这样子记载啊，怎么度，如何度，我会告诉弥勒菩萨。不用特别法是没有办法的，你不能随顺众生，你在龙华树下，不是菩提树下啊，龙华树下把全身化为光明，分开几千亿条光射入众生的心，你用唯识的大神变的方法化为大光明，进入几千亿众生的心中，全部把他们的佛事啊一伸所给他拿出来，如来的啊神事把它打开，以唯识去创集唯识，让他最深的意识显现那个佛性放出来，他也自成光明，他整个人都消灭，就变成佛光。一下子所有的众生全部啊上升到华严世界，到华严世界，这样一次就干净了。唯有如此，弥勒菩萨龙华三会，为什么要三会呢？三会啊不用了，一会就可以。用这种唯识大神变了，一会就可以。也就是说你心中的光放出来，唯识神变的光放出来，化为千百亿万的光进入众生的心中，把众生啊最深意识的佛事打开，佛性全部显现。
整个地球啊，所有的众生啊，佛性全部显现，一个都逃不掉，一起把整个地球啊接引到华严世界。这个叫做鸡前升天啊，鸡跟狗啊全部通通打开心思，一下子他发觉他自己不是狗是佛，一下子发觉他我不是 chicken 啊，是佛，是 Buddha。 这个佛性一打开啊，才能够全部鸡前升天的。这个度众生啊，应该讲起来是弥勒菩萨为是大神变，他度众生唯一的方法。你假如还是在用波叶法门，好啊，我们大家啊来信佛啊，信仰佛，那么来学佛，那么开始读经啊，看看经典。你还没有看完已经死掉。你知道龙树菩萨到龙宫去看华严经，取出华严经，华严经本身来讲就已经很多了，数不清了。华严经按照龙树菩萨讲的，他取出的华严经啊，不过在龙宫里面不过是万分之一的华严经而已，万分之一啊，华严经就叫你看不完了，你还要才万分之一啊。等你读完佛经呢，几世都读不完，几世都读不完。所以波叶法门不度众生啊，有缘则得度，无缘则难，很困难。弥勒菩萨度众生，我教他的龙华一会就好，不用龙华三会。因为龙华三会可能为什么会龙华三会呢，我就这个道理我就想不通。你龙华一会度多少人，龙华二会度多少人，龙华三会全部度光，为什么要分三次？难道还要分这个早餐啊、午餐、晚餐啊，分三次吃吗？晃一次就够了。难道你召集一次召集不能把所有的人全部召集在一起？那个光啊，不能绕地球啊，七千半，晃晃晃晃晃晃，这样七千半全部没有了，连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众生都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度众生啊，啊，从菩提树谈到度众生，你看那个菩提树多难，佛陀在底下坐的啊，开悟的树，众生都要砍它。所以弥勒菩萨将来度众生啊，千万不能再学啊佛陀的这种度众生的方式，直接进去，直接开发佛识，直接众生成佛。我是这样子认为的。那个时候啊，地藏王菩萨就得救了啊，这个没有地狱，地狱都空了，地狱的众生一看，哇，我也是佛啊，全部成佛，应该是这样子的。否则没有其他的办法，我认为啊。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我们今天呢，仍然跟大家谈一谈这个菩提伽耶的见闻。那么菩提伽耶呢，最主要就是一棵菩提树啊，佛陀在底下
啊，金刚座上开悟的这个菩提树。这个菩提树的前面呢，有一个塔，一个很大的这个塔。那么那是这个分成两层，分成两层的塔。那么有雕刻很多的这个佛像。在这个菩提道场的四周啊，有用围墙围起来。那么在周围呢，啊，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在我本身看起来啊，也是大家所有佛教徒啊，都以为这个菩提树佛陀成正觉的地方啊，是在八大圣地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没有佛陀的成道，就其他的这个圣地啊都可以讲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聚集了所有各国的寺庙在那里的。啊，像这个泰国的寺庙啊，西藏的寺庙啊，日本的寺庙啊，韩国的寺庙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寺庙啊，缅甸的寺庙啊，不丹的啦，尼泊尔的啦，很多的寺庙都聚集在这个可以讲菩提道场的这个附近。在八大圣地里面啊，最多寺庙的地方啊，我看也是这个菩提开。不但是这样子，很多的这个修行啊，学佛的这个行者，都是集中在菩提开。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啊，看到很多的这个西藏喇嘛啊，对着这个菩提塔、大菩提寺啊、菩提树做大礼拜，做大礼拜，对着菩提树做大礼拜。他们有的发愿啊，这个一拜啊，就是几万拜的、几百万拜的，每天来拜。那么也有看到这个显教的这个啊出家人在那边禅定，哇，每个地方都有，树下都有，每个树下都有，菩提树下也有，其他的树下也有，还有那个碑啊塔，很多的都，很多人都是赶快去那里，好像占地方，那些行者啊都去那里占地方。那么有的是做这个大礼拜啦，啊，有的念经啊，有的在持咒，有的禅定，有的在做供养。啊，我们去看呢，那些那个出家人呐，啊，不管是显教啊、密教啊、泰国的真人呐，啊，从中国去、从台湾去的、从哪里去的都有，可以讲是佛教徒啊，这个聚集啊，最后聚集的一个聚首的地方。你到那里就可以看到很多学佛的行者都在那里。那其中有一位啊，啊，是从这个台湾雾社啊，雾社去的，雾社武侠啊，武侠去，好像是在南投吧，武侠。啊，雾社去的，我们问他才知道是啊雾社去的。那么我也看了那边的行者，我看他们在那边念念念念，在翻翻经典，在那边念。我走过去，他看我们一下，看他们一下，啊，互相对看一眼，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神呢，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那个眼神啊，是你看不出感情出来的。他那个眼神啊，已经没有往日情怀，没有往日情怀，是很冰冷的，很冰很冷，看了，嗯，很冰冷的，冰冷的，你看不出他的往日情怀，看不出他的情。完全是一种很冷漠的那一种眼神。
外面的没有办法去干扰它，它不属于尘世的，不属于尘世间，不属于繁华的红尘，而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的行者都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看他，看到他的内心，其实他们都是在一种期待。他们在那边做大礼拜啊，做供养啊，啊，这个念经啊，持咒啊，有的人啊，这个绕着塔，比丘尼啊，那个成群结队啊，绕着那个塔一直念佛。有的密教啊，他拿着念珠啊，就一路走一路念咒，一路走一路念咒。那么有些在禅定啊，禅定啊。看他们的眼神，他们都期待啊，看见东方的明珠。其实他们都是想，哎呀，东方明珠。其实啊，每个人到那里去啊，都是想学佛，也都想成佛。他的内心期待就是要跟佛陀一样，一样在菩提树下，一样开悟得正觉。你说谁不想得正觉？大家都想，去那里的每个都想，希望能够有机缘啊，同样看见东方明珠，啊，东方的这个明星啊，这个星星，这个 star 啊，升起来，哇，啊，终于开悟了，开悟了，他就是，也可以讲啊，其实佛陀是一个这个。普遍的称号，只要你成正觉了，你就是佛陀啊！成正等觉，你就是佛陀。所以每个人在那边修啊，我看大家都很虔诚的，坐着也是这样子，哇，修得很精。虽然看我们一眼，其实他也是说，哎，这些人这么干什么的？这走来走去的。啊，干扰他修行啊！有的做真的是在菩提树，那个菩提树虽然用栏杆围起来啊，我们可以进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特殊的关系啊，啊，可以进去。那么进去里面一样也坐了很多人。那菩提树下每个人都占位置的，啊，大家都挤进去啊，挤在树下，希望能够跟佛陀一样。其实那一种期待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完全是内心啊流露的，他要成正等觉。每一个修行人最高的期望就是成正等觉，尘世不算什么呢。他们呢，啊，一心一意就是走修行的路子，要成正等觉，要学佛。要修行，那么要走这个清净的这个啊，清净的行者的这个生涯，在那里啊，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弥漫着一种很清净修行的一种气氛，每一个人都在精进。那个大礼拜啊，几百万拜的。啊，几百万拜的大礼拜了，天天做，天天做，消除他们的业障。啊，我们在这个菩提盖亚啊，看到了这个情形呢，很令人感动。啊，今天讲到这里 ，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再谈这个菩提盖亚的这个见闻啊，大家晓得，除了菩提树跟大菩提寺以外，这个泥莲禅河就在附近而已，就是那一条河，佛陀曾经在那边沐浴的河，从泥莲禅河往正前方看，
就是要正觉山，就叫正觉山。什么叫正觉山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山，那个时候啊，应该称起来叫雪山，就是那里，就是苦行林。释迦牟尼佛就在苦行林啊待了六年的苦行，以后才从正觉山那里走下来，到了泥莲禅和木易啊，一直苦行呢，到受不了的时候啊，连泥莲禅和都没有办法啊去木易的，到河边想喝水都没有办法。所以那里啊，可以讲起来啊，有菩提树，有泥莲禅和，那么又有正觉山，你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在那里看到很多的这个修行，世界各国的这个行者集中在那里修行，大家都一起在那边修。我心理上也是在这样子想，大家啊都要骗这个佛陀的福气，因为佛陀在那边得正等觉吗？得正觉吗？啊，大家想说，既然佛陀在这里得正觉，一定有正觉的这个气在那边流啊，去那里吸几口啊，可能会早一点得正觉。吸几口那里的气呀、啊，啊，也可能会呢。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在那里得正觉，说不定你去做一下，哎，几分钟你就得正觉啊，几口气你就够了。大家都有这种想法，所以那里的这个啊佛弟子大部分都是集中在那里的，其他的圣地就比较少一点，那里是最多啊，每个都是在那边很认真的这样子修，平时不一定认真了、啊，到那里就变得很认真了。到那里一想，还是佛陀得正觉的地方，那里一定要认真。你在那里呀、啊，你还魔灰，那就没药可救了，对不对？到了菩提街呀、啊，菩提树下，佛陀得正觉的地方，你还马马虎虎，那你就真的是无药可救。所以我们看到了，心中也是在想这个。那么要得正觉有什么方法？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样子得正觉的？他在想啊，他冥想啊，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他想这个问题，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然后他又想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最后他想啊，生跟灭是平等的，佛与众生啊是没有差别的。佛跟众生啊无差别，生跟灭是平等的。他依这十二因缘呢、啊，依十二因缘，那么开悟，心中的这个明心呢、啊、显现出来，啊，看到东方明心，心中光显现出来，这个佛性啊自显。是有方法的，我们密教的修行啊也有方法，有几个重要的口诀要跟大家讲。密教啊，心要身体的身呢、啊、要正，身体正啊，这个脉啊才会正。脉假如正啊，你的气啊才会正。那气假如正呢，你的心才会正。
所以修行啊，也要注意你的身体，你身体啊，姿势要正，譬如七字坐，你要懂得种种的做法，狮子坐、象坐、仙人坐啊，这三个方法啊，三个法，这三个做法很重要，你坐姿要正，譬如七字坐，你调好你身体了，你的脉啊，身体里面我们密教里面讲中脉气脉明点，你的脉才会正，你身体歪歪的，脉就不正啊，身体正脉就正，你脉正啊，你的气啊进出才会正。告诉你，气能够进出，能够顺，能够正的话，你的意念才会正，也就是你的心啊才会正。密教是讲啊，心气合一，你的心跟你的气啊是一个，不是两个。所以你假如是说气啊很浮躁的时候啊，一样的，你的心也浮躁。你的气很平顺的时候啊，你的心啊也很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外面上的姿势你以为啊不重要，其实姿势也是重要，身正脉才正，脉正气才正，气正心就正，这是密教本身的修行方法啊。密教本身，因为密教本身修气脉明点嘛，那么你身口意怎么清净呢？啊，身的清净，你身的清净，你身只要正了，你的身体就清净。口的清净呢？口只要闭呀，口闭如哑，像哑巴一样，你口就清净了，因为你没有说话，不要乱讲话，不造妄语，不欺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挑拨是非，话太多也不好，话太多的人啊，告诉你，找一个深山旷野的地方去乱讲，到河边啊，跟着河流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最后你就懒了，你就不愿意讲了，你找到深山啊旷野去讲啊，意念怎么清净呢？把你的心啊住在虚空，当你的心啊只要住在虚空，你自己的身体就放光，佛性就慢慢在显出来。外面啊，那心啊，你知道吗？把你的心啊寄托在外面的虚空的时候啊，你内在的光明就会显现。有一本经啊，有一本经典呢、啊，叫做《普明经》，里面他写到的：心寄住在外面的大空的时候啊，你内在的光就会显露。这就是身口意清净。今天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